谭宗，你听着，你三个弟子都被我们抓到了，你想救他们，那你就赶快出来，否则我就杀了他们。谭宗，师傅，好啊，谭宗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，聪明的话，赶快投降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 停下来！我让你站在原地别动。黑豹，用绳子把你自己捆起来。师傅，我警告你，你要再过来，你的徒弟就没命了。站住！师傅。 哎呦，快走了！别跟师傅添麻烦，走！看着往哪跑！慢，谭宗，你还是乖乖跟我回洛阳吧。贫僧本来是想跟你们回洛阳的，可你们居然对我下毒手。都说和尚自打皆空，看起来你还是一个俗人。我和你们的区别，就是我活着是为了救人，而你们活着是为了害人。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害的人还少吗？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！上，来吧！师主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！哈，少给我假惺惺的，给我把他找出来！今天一定要给我杀了他！ 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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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我算好了，耐心点，我会通知你的。哎，那好吧。哎，干！ 啊！师傅，你们没事吧？哎，周施主呢？他去哪儿了？是啊，怎么他人不见了？ 看来，周施主没有被他们抓走。他也许跑回家了吧。 你了，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。
是谁？是你。 你动手吧，你这个骗子，这一次休想让我再放过你。是我会不会放过你？你的腿瘸了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信不信我把你杀了？你杀掉我，会后悔终生的。 你根本就不是我哥哥，我的哥哥早就死了，你是冒充的。 你下午没有杀掉我，说明你心里还在犹豫。你，下手，那个人呢？ 看谁能拦得住我！哎，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刚刚过了边界，不可大意啊！哎呀，没问题了。哎，王世充啊，王世充，这些日子来蒙你厚待了，哈哈哈哈！本想报效，可惜啊，你太宠你侄子了，俺能留下。 恐有后患呐，因此唯有告辞了。谁？原来是你这个畜生！你们两个反骨头，死期到了！ 还跟我嘴硬啊！父皇，儿臣本可以押回谭宗，任凭您处置。可是，中途不幸，被他的党羽所救。党羽？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一个会议蒙面人。谭宗是何等人物？你在编故事吧？儿臣所言，句句属实。既然你能抓到他。 干脆就一刀结果了，为什么要把他带回来？这么做，难道你不觉得多此一举吗？儿臣曾经试过，可是
他浑身上下好像铜浇铁柱一样，刀枪不入，实在是难上分毫。一儿，你自幼朕就栽培你，希望你有一天能与朕共创大业。没想到你一次次的让朕失望。请父皇再给儿臣一次机会。不是朕不给你机会。那父皇是答应儿臣了？不不，我给你一次机会不难，可是可是什么？朱灿也深爱公主，到时候他带宫回来，那朕也帮不了你了。我要把你的人头带回去向陛下讨赏。休得口出狂言，谁死谁活要比过才知道。来吧，杀！这群笨蛋，都给我闪开！我来收拾他。想去哪儿？我们哪儿也不去啊，这屋里太闷了，我们出来溜达溜达。我看你们拿着包袱，分明是要逃跑吧。哼，哎，你别胡说啊，血口喷人。我血口喷人？我还打得你吐血呢。大将军，这么凶干什么？
不让出去，我们就回去。回去。行了，你们是走不掉了，拿下。秦琼，你们二打一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呐？哎呀，奶奶的，啊！你们刚才趁着人多势众围攻我们，就算是英雄好汉了。哎呀，呸！畜生，看爷爷今天怎么收拾你！别别别，快走！我还没打够呢。哎呀，快走吧！快走！小子，今天便宜你了。走，快走！是心儿姑娘，不知找山人有何贵事啊？公主有事找国师。桓某立刻就去。哎呀！呀！呀！国师，你忧国忧民，本宫为你沏了杯好茶。嗯，好，恭敬不如从命。坐吧。茶香四溢，公主好手艺啊。俗话说得好，无功不受禄，你喝了本宫沏的茶，就得给我办点事儿。好，公主请说。告诉我现在怎么办？让，让，给我退下，先生。臭小子，停手吧，否则他就必死无疑。兄弟，对不起了。那公主相信
张家的血案与你父亲有关吗？我越来越相信了。你相信他做得出这样的事？我相信。杀我，我把夜明珠还给你。太晚了，认命吧。去死吧。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进去！哎呀，进来就进来，干嘛用力推啊？你们两个听着，最好向老天爷祈祷吧，让陈咬金、秦雄他们两个快点回来，否则的话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收好。是。是。哎，这次咱们是死定了。不能为冤死的亲人报仇，我死不甘心呢。事到如今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你让桓某说实话吗？当然要说实话。这桓某不敢说。有何不敢？直言无妨。公主冰雪聪明，心中应该有数才是。国师是说，公主若想驯服烈马，桓某倒有一浅见。快说。除了京城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别无他法。京城所至，金石为开。赊账，
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老板，这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，干嘛板着个脸呢？哎呀，你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别跟我讲道理啊！老板，说都难免有困难，总备孕的时候，瞧你是不是？说你别这样，别妨碍我做生意啊！不赊就不赊呗，何必凶巴巴的？挑钟还在这瞎胡闹什么？彩头师傅，我刚才看师兄们练棍，我就偷学两招。您刚才那一手真厉害，那一手叫什么名字？哪一手？是左手啊，还是右手啊？哎，彩头师傅，就是您刚才捏碎扁的那一招。小子，你做任何事都要专心。这个功夫有什么关系？无树菩提悟性在，禅定功夫生命中。无树菩提悟性在，禅定功夫生命中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这都不懂，菩提本无树，而功夫和禅呢，就在你的生活中。就在我的生活中。不对，好险，差点被铁球撞伤。光是一颗铁球我都应付不了，如何才能报仇雪恨？对，功夫就在生活中。天宝哥，多谢你救了我。哎，景福，你身上有没有钱啊？借两文买酒去。我有。谁又叫你来了？是我自己。我早跟你说过了，你别再来拖累我了，你怎么不听啊？可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完。那好，给我点钱，我买酒去。改天发了财我还你啊。如果你是天宝哥，你就不应该变成这个样子。我不是你天宝哥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个金锁片怎么到了我父亲手里？我跟你说过，这不是我的。我累了，我要睡觉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周公啊，来下盘棋吧。美丽的大姑娘，你长得真漂亮，
孤孤单单莫不是一个人闷得慌。妹妹，你整天能不能别这样啊？啊？不愿意出去干活也没关系，起码打起点精神来嘛。你整天这副鬼样子，我也没劲，我也不干活了。真是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结怨仇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但你也不能这样下去啊。我再说一遍，请你离开我。知道，为了报仇，你心里很痛苦。其实我心里也很痛苦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从小，你一直是我心中的靠山，是我心中的大英雄。你是不会被轻易打败的。还记得那只受伤的小鸟吗？玉凤，你看那只小鸟受伤了。哦，你看它翅膀都流血了，真可怜。别担心，我带回去给它上点药，相信它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到那时候，它一定会飞得又高又远。你说凤儿哪里去了？城外周家屯。我已经让铁虎跟上他了。发现什么？他是去见了那个张天宝。什么？没错，铁虎看见他已经去了三次了。自从那个张天宝被砍伤了腿筋，就住在那里，而且上一次人一抓谭宗，就是在那个周家屯。周家屯？张天宝就在周家屯。为什么他只抓谭宗不抓张天宝呢？是不是他已经发现了什么？盯紧人意，以防万一。你现在就像那只受伤的鸟，一点小伤妨碍不了你的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像那小鸟一样，比以前飞得还要高，还要远。你相信我是张天宝？你是。你会后悔的。我后悔什么？我是来报仇的。你的心里就只有报仇，难道就没有我吗？你是来当说客的吧？我不是。那你走啊。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受到伤害。如果你还认为我喜欢你的话，那你是疯了。我想帮你。我不需要帮助。不，你急需要帮助。你既孤独又寂寞，你心中充满了仇恨，就像个飘荡的游魂，不知道自己的去处。那你帮我杀掉我的仇人呢？你，否则你怎么帮我？妹子，哥回来了。妹子，饭菜烧好了没有啊？哥都快饿死了。妹子，这丫头跑哪儿去了？妹子，这个傻丫头
跑到哪儿去了？这个傻丫头肯定是耐不住寂寞，跑去找那个臭小子了。公主，对这样的人你还是死了心吧。你知道什么？干什么？于凤，你还是安静一点吧。陛下是为了你好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陛下的命令，一个月之内你不能出门。那我要是有事呢？你有什么事情让黑豹替你去办。公主，有事情您尽管吩咐。我不相信你们的话，你把我父皇叫来，我要亲自问他。陛下现在正忙着，该看你的时候会来看你的。我现在就要见他，非见他不可。交给你了。哎，堂兄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堂兄，妹妹，我可找到你了。谁是你妹子？胡乱认人。对不起，疯子。对不起。天天找上门来也不是好事儿，得赶快想个法子呀。福儿，哎呦，福儿，福儿，这孩子上哪儿去了？刚刚还在呢。福儿，我一定要找到玲玲，我一定要找到玲玲。怡儿，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什么事？查找那个刺客，就是冒充张天宝的那个人。父皇，他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了。毕竟还活着。他在哪里？怡儿，他在哪里？你应该知道。他在郊外的周家屯。难道你要等他养好了伤来杀你吗？我这就去杀了他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叫仁泽把他解决了。跳！跳！天宝啊，天宝啊，天宝啊！怎么了？官兵来了，你快躲会儿吧。围起来！这些家伙真讨厌。官爷，老太婆，有个青年瘸子是不是住在你这儿？